力，我所以为咱分享的题目是：在土匪中敲出敲出文化的歌路。在土匪中敲出文化的歌路，请老师。听这边，愿上帝所收束的盼望，在你的心内，成做一个真坚强的气力。环境实在是真让人不准，常常在咱的日子的中间有真多的土匪袂顺利，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。哎呀，那个不如意不能忘记，不是 不如你爸爸妈妈的意，不是不如你老师的意，是不如我的意。所以咱在咱的人生，在咱的生活中间，真正有真多的不顺利。在圣诗里面一首歌我真爱你，但是第一句话出来就无合我的信用，所以我全直直拢无认，啊，我拢干来一个认伊的副歌尔。坚固好歹是主所定，上帝在照顾你。干来这句我都真袂合，无合我的信用。坚固好歹是主所定。你若咧行通的时候，是这是注定的，我讲完。你若赚大钱的时候，主所定的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这个上帝哦，我无信仰唔对。若是出去叫车弄一个，就爱上天欢喜欢喜讲，你去甲探望的时候，你甲真来啊，这拢上帝注定的哦，我感觉你怎样赶出去？因兜当日咧拄着偌济的艰难困苦，你招招一大堆的人去。去甲探访的心腹，计是我要安慰，咱咧讲话讲话啊，凡事拢是上帝所定起来，就安尼吼，你拄到遮个代志，所以你着忍耐嘿，着忍耐。啊，这上帝若是甲你定着，你着爱目屎干的，你着爱承受，啊，将来你着得着福气。我甲你讲，你甲人，你着死啦。阮兜咧拄到一大艰难，阮兜咧拄到大事。你咧甲我讲，这是上帝的旨意。我还阁遮尼少年，上帝就甲我的老爸提起，甲我的妈妈提起。我还阁阮家即个当需要，竟然乎阮的经济破产无工作，这讲是上帝所定着的旨意。No， 你去死啊！因为真侪人在你的人生艰难中，在伊拄着艰难的时，伊真侪物件逃袂开。伊想袂通，上帝太予我拄着一款个代志。感谢主，我咧握住几啊十担个即句话，即摆神圣是已经改过。我毋知我竟然有人甲我同款个握住个款。即摆神圣是612首讲：坚固好歹变化无定，上帝伫照顾你。坚固好歹变化无定。上帝在照顾你，哈利路亚！上帝袂遐歹心啦，讲定着你就爱安全，有定你就爱安全。咱真侪时阵信用啊，勇于检讨，毋是先阿爸甲咱讲的，逐项拢着。咱真侪时阵叫先阿爸有定着安全，甲咱抗死 ，no， 咱的上帝袂遐尼恶讲。咱的上帝不要开心，所以你这个只人生有几项事，一个是在你的人生的中间，绝对有真多起起落落变化无定。只要你活着，这的代志拢会发生。在你甲我，在咱大家人的身上，无论你什么款的信仰，无论你什么款的身份地位，咱拢会活在这款的处境的里面。这款问题是你有什么款的，你有什么款的力，甲你破坎。迄、那个什么力甲你破坎，还是你家己伫咧承受迄款的苦楚？是我有一个道创了，都提了去。
今仔日的圣经直接甲咱讲，万年拢在土鬼。罗马的八章，二十一节以后，二十二节讲，咱在一切受造的物，拢使甲伫土鬼，拢在土鬼流落。咱一切所一切受造的物，拢在土鬼。然后，逐天咱拢过伫迄个真堕落、迄个土鬼的日子的内面，拢伫咧听候。来，咱甲迄个就是甲迄个八章二十二节，咱甲咱斗阵读一下，好袂？来，我们知道，直到现在，一切被造的都在呻吟，好像经历生产的阵亡。一切受造的都在呻吟。你知道你有这款的经历无？人生若无伫挣扎的内面吼，你无法通真实经历什么叫做真实的人生。所以现在你若有出什么代志，让你苦楚、让你困扰、让你真正背叛，我跟你讲，感谢主，你还佫活着，啊，这个日子是真的。现在咱伫咧听候弥赛亚。在犹太人的背景下面，因到即摆因也不咧听候弥赛亚，因为犹太人的历史、犹太人的经历、过去，拢太受苦。在受苦的中间，人伫咧听候一个弥赛亚的降临。因为苦难，但是你伫咧听候一个未来。人在苦痛的中间，唔通把你的目睭干那放伫苦痛。你的目睭袂使干那看你的现在苦，若无你会足苦，苦到拢行袂出来。人在苦楚的中间，你的目睭要看对，看对呀。你的目睭要看天顶面，你再仰头望天。你若在苦楚的中间，你的目睭要看天，你的目睭要看对远远的所在，遥远的所在。人伫苦楚的中间，唔通把你的目睭干呐放伫你的脚前，伫你的手看会到的所在，超越。伊咧极其艰难的中间，唔忙，迄个看天是咧期待，迄个看遥远是咧期待，迄个期待是背后有一个唔忙的家己呀。因为咱讲，咱的生活的环境。咱的生活的环境拢真枯燥、真不准，嘛有当时啊真惊呀。你知影台湾，咱活伫台湾这个情境的中间，有几哪项互咱通惊？我唔知道你开始咧惊啊无？你讲着咱的现代少年人结婚的年龄提早还是较慢？较慢。我有一日，我甲我的兄弟姊妹讲，我算算的吼，咱老母十七岁就生大兄的，啊，即马吼二十七岁的女性嘛，也无一定结婚呢，三十七岁嘛，无一定结婚呢，大人年纪特别轻，特别轻，就是结婚了吼。嘛，惊惊唔敢生呢，讲生了饲袂起呢。你有这个怎一个道？这是咱讲，屋企有啥物通土贵？有咱踮伫台湾，皆知影台湾这个土地，台湾这个所在，伊有啥物大个环境是予你？你踮伫迄个内面，伊甲你有足直接的影响。你这个怎你看到迄、那个啊、生育率吼？这个红色的这条线，红色的这条线，台湾的，台湾的，台湾的迄个生产率从对面顶往直直降落来。啊，迄个水电的呢，水电的瑞典也过会当保持。哎，对不起，水电的从直直爬去，啊，德国也会当保持。啊，这种是开发的国家，台湾嘛已经是世界开发的国家。但是边啊，伫一个开发的国家的中间，人的人口数
咱的生育率，德国、波多奇、水电银啊，哪来哪多？啊，咱的银啊，哪来哪少？佫杀较足厉害。即个伫未来，咱若讲三个国家，安尼伫国家的竞争力来讲，咱是哪来哪少，还是哪来哪少？哪来哪少？因为生产率伫降少，银啊哪来哪少？将来，来我即摆讲来看即个图。在这个图的中间，十四岁到六十四岁，第一条线十四岁到六十四岁，工作的人口，第一条线工作的人口，五年长普及还是切落来，工作的人口比十四岁到六十四岁这当中开始切落来，工作人口的减少。然后有一条线，就往这里普及的，那是啥？退休的人口。第三条线怎啊变作第二条线？这个退休的人口快速地增加，因为生育率地减少。这个是一个真大的问题。年老的人口地增加。工作的人口在减少，这个是一个结构性，因为咱伫咧培养咱的少年的一代读册哦，册读较悬的哦，册读较侪的哦，真侪人册读读的出来了后，工作好册歹册，歹册，薪水较悬啊，较低，册读哪悬，教育费摕哪侪去。结果提那多这读啊烦，爸母已经拿来了，无工作了啊。结果因也过来读册，因也唔紧出来赚钱，所以爸母伫一动动到已经无法度啦。囡仔也无法度他们出来，啊是出来了找不到路，啊这个要安怎？这老的怎啊直直拖放去？所以夜光族啦、啃老族啦，这些民族都直直走出来。啊，这拢是一个国家的大的危机。因为最近咱这两天过三省的一个大的不足的代志，魏云聪看有做啊，看无做？魏云聪看无做？食安的问题，因为魏家的许多人，因已经伫台湾，1979年遐，因就造成一个大的。台中惠民盲校陈淑静校长所办的迄个市民学校，1979年，规个拢叫魏云聪因老爸创立，规个卫生区，你来即久去到学校，你还阁看到真侪人，因已经老啦，因规身躯一粒，唔呐，干因即代食的油伤着，因生出来囝嘛是同款，啥物都负担。家庭负担，然后因台湾才徐徐去中国，赚到钱，搁转来变作定薪，结果同款，老爸用毒油给咱吃，囝子嘛过用毒油给咱吃，竟然讲看有做啊无做，无做。安尼，这个国家，这个政府是咧鼓励外省的，伫咧鼓励最好最毒的，因为咱今仔日。大家人卫生这么好，医疗这么好，大家人会注重食食的问题，但是啥事咱的物件这么多，咱的药剂的排害这么多，有这的物件，恁这的物件，要怎让咱感觉讲活在台湾会当真安全，无忧闷，无烦恼？咱真正住伫遮，咱食会当真轻松，咱大行路会当真轻松，行伫大路人就是迄、那个。哪大只的车不是哪强，驶哪好的车不是哪狂，哪霸道是大家人哪感觉哪大只的，你都爱哪会晓停落来让较着少的，行路的你爱让伊，骑车的你爱让伊，囡仔你爱让伊，大家人这个社会爱慢慢来教育教公，真正强的爱保护弱的，悬的爱照顾细，
我是台湾这个，我们真可恶，活在这个家，咱真正真袂好势。唔啦，不因冲看袂多，迄、那个富贵乡，原来不起诉，嘛是不起诉。以前按甲你拖久了后，大家人无咧注意啊，偷偷啊，甲这人拢放放走。因为基督徒，基督徒咱活在一个环境的中间，注意一项信用来讲，你就要做光，然后做啥盐。迄个光甲盐，唔是客伫无人的所在，而是光甲盐，唔是客伫光甲盐，都要提入去，都会有黑暗光在底下甲点入去。盐都要伫孵化，咧防止孵化，都会有咧败坏，都要伫遐撒一寡盐。客一寡盐，或许个物件唔通叫孵化去，光袂当独立，伫家己个所在。伊都讲，若是光，若是盐，你爱看社会都会有黑暗，伊个入去，若无迄个黑暗会带来真侪个可怕伤害惊影。那黑暗个所在，活伫迄中间个人会哪不准，拖哪久个？人伤害那么大，然后信用人家就来对咱讲基督徒啊！你每一个人，你拢成做耶稣基督学生的，你都要有好的所行，你都要每一个人在礼拜读圣经、祈祷了后，然后成做一个受差遣的人，进入伫倒位黑暗，你拢伫遐一人一支针，一人一支电火，然后伫遐照黑暗，把黑暗变做光明。把孵化变作新鲜，把大家人活在迄个内面。这个不是耶稣常常咧叫教咱的基督讲：爸啊，愿你的国临到，愿你的国临到，伫倒位啊？伫地里，亲像伫天里。所以基督徒一个足大的使命，敢毋是伫你脚行到的所在，你着毋忙遐，脚行到遐，遐就变好去；脚行到遐，遐就变好去。你住到倒位社区，迄、那个社区、迄、那个大楼，因为你一寡无好的物件，你着改变。因为你要注意一项代志。我倒来台湾这几年，我有机会做两间大楼的主委，一间是中心教会，我一个就是讲迄个大楼的电梯，七层的电梯歹伫遐，啊内面无钱。内面无钱，来电梯门了都要五十外万。啊，讲我人到中心，讲无事啊，今年就当去做主委。然后我就看六楼、七楼啊，见人买菜，看我就赶到，啊年纪阁真大，啊赶到七楼。啊，弟弟他们来挨，啊我已经做主委，就到底啊，主委啊，要安怎？见人进修也都无钱，弄到尾啊，规个大楼甲修理好。我去走的时候，佫存真多钱吼，过另外一栋，建商超卖十四个车位，十四个车位佫安怎创啊？做三年的主委，我甲遮个拢摆平，然后即马开始人咧小厂要做主委啦。我的意思是，我的意思佫表明一下。在你的大楼内面，大楼哪多少，大楼户数哪多，我跟你讲，乌道已经侵入啦，乌道已经侵入伫遐，因伫咧注意要食大楼的，即个管理费，这是台湾即卖的一个取向，把所在蹭，所以因为你若是一个受过训练的知识分子。你若是一个带使命、把所在的生活的基督徒，你就要到顾守社会每一个所在。迄、那个所在因为有你伫遐，让人感觉哎呦，家在某一兄、某一姐，哎呦，某一先生、某一小姐，有你实在是真好。咱这个所在，咱这家己，咱这家人感觉在倒挂，你有可能成做一个受差遣的基督徒。唔通乎你家己，唔通乎你的家庭，唔通乎你的厝边，唔通乎你的朋友，唔通乎你的，即个拢孤单活伫苦闷、郁卒、土贵的内面。耶稣基督来了，就是要带来这款的盼望。
那无咱一个五万下，那久久长长拢伫土肥，那安尼迄个日子是足踏实足好，咱的存在，唔知即个当中这段时间来拢伫咧讲 PM2.5，PM2.5，啊，这是台湾现在多。上乌上乌上乌的所在，请问伫倒位？彰化甲宜兰，这是咱的 PM2.5。PM2.5都是一个迄个吼，桃园的28，桃园比迄个加28倍，每一支桃园的。啊，迄、那个比头毛较微细28倍，所以你想看，你咧穿开，伊就直接就入去到伫你的内面去了，直接伤到的伤到你的内脏。因为咱活伫这个大的气候、大的空气，你要走去倒位啦？我住的所在台中港。台中港遐有啥物？火力发电厂，哼，你爱天堂那么不死？来到就只个只，讲叫台化。去到昆林家己讲遐有六斤，你要走去倒位啦？然后规个集中起来，上凄惨的端。在咱彰化昆林家己啊，玻璃迄边遐讲，玻璃出美人，玻璃出好好酒甲好水嘛吼。啊，玻璃的空气讲够歹个啦，因遐大山去到遐大大湿地啊。因为我咧讲个咧讲啥？圣经圣经要安怎对咱讲啥物话？犹太人伫因的环境中间，伊有真侪苦闷。迄、那个苦闷是政治的，迄、那个苦闷是种族的。因有真侪啊艰苦心的代志，一代煞接一代。但是加在有这个上帝信仰，伫伫维持因伫伫行过。因到即摆，因也过来听候弥赛亚，弥赛亚，咱讲来啦，因讲也未来。但是不管怎样，就五万，迄、那个苦痛中的五万，互人会当直行落去。你知道？这个在我弄一个人的相片，你写陈定南，现在我弄你啊。你知伊甲王永庆对呛起来吼？伊甲王永庆对呛起来。伊做宜兰县县长的时候，王永庆已经土地大项拢提啊，就是要去宜兰，我去开设一个厂。伊讲只要我做县长，绝对无咧你卖。啊，规个整个中央政府、行政的大项拢伫绝对单的单定南去。这已经甲王永庆讲好啦，要入来遐设厂的，当增加偌侪工作机会，当偌侪产值起来。伊讲只要我做县长，我绝对无咧你。所以，甲王永庆对关，同甲中央政府对关。然后你啊看宜兰的空气安怎？好啊，歹。因为台湾咱到底咧追求啥物？要留咱家己这代嘛，要留咱的子孙。咱要留咱的子孙啥物款的健康的生活环境？咱三甲农业到底来创造一项项吗？甲台化发动台化提升伊个存在品质项吗？基督徒这个社会进行无？你怎唔敢讲？基督徒还有这个社会进行无？因为咱做一个基督，十年左右台化离开咱个所在，啊，迄、那个基督毋是无理由，因为伊个。江人已经真少啦，江人即摆真少啦。然后伊个台化的产值，正个只个产值，占整个台化足少啦。
伊的工人也真少，啊，要来面的工人阁真侪，拢是外劳。所以即马，来甲县长、来甲市长，遐真侪人讲，努力用各种的方式，我若互台化，因为土地重新规划了，互台化得到大的利益，我若互伊得到大的利益，然后帮助伊找到新的迄、那个更加无污染的迄、那个新的工业、新的发展的产品，然后离开这个物件的产值，因为即马人真的工人真少，哦，外劳搁占搁啊大数，然后产值真少，但是土地均啊百家，即、這个因啊重新规划了后，空气改善，然后遐会变做咱中华的，那敢若亲像中华的台中的七期。是上高尚的工业地段，遐有真侪外路，遐有真侪台湾大道啥物物件都拢出来，啊，遐有真会当重新做一个真水的大都市的改善。因为这样落去了后，对高铁有好进，台中刷来到咱遮，这贵的。因为基督徒咧想的是啥物？基督徒咧想的是，真做一个基督徒，就是咧参与一个社会。更新的运动，伫咧参与一个新生命的运动，伫咧参与一个变作起造一个搁较水的未来的国家、甲社会，搁较公平、搁较正义、搁较然后留予咱的子孙，然后伫世界互人讲，哎呀，恁这下基督徒真正真讲的，咱平安检查到的时，拢上班去了，感谢。迄、那个，咱伫即个遮，迄、那个关议员是啥物啦？谢言，但是本身啊是派去了后，然后搁较用心伫整个环保，然后咱要互遮有心的人来咱三甲来，咱三甲来，然后互遮真正咧做的人感觉，哦，恁基督徒是我上大的支持者，然后迄个支持者拢伫伫投向我个社会搁较水。予咱下一代搁较有五万搁较健康，通伫遐徛。因为伫即个遮，你讲着，真正一切拢伫伫咧呻吟，啊，讲着亲像有人人生产的痛苦。但即个遮咧讲二十四节讲，要一个五万，迄、那个五万讲有以盼望我们得救。二十四节，因为人有五万，所以咱会得活。但是迄个讲的五万不是即马看会见，迄、那个咧讲着五万是看着迄、那个看远远的所在，即马也未实现。但是咱相信有奇迹的出现，只要你有够大的信心甲贴心，有奇迹你会看会相信。这是一首诗，犹太人伫希特勒的毒气的残害下面，600万的人口死去。即个犹太人活伫全地球的人口才400万了尔，但是伫希特勒的手杀600万的人口，犹太人到处互人杀，互人掠，伫咧要死以前，伊叫伫迄个集中营的壁石壁的顶面看到一首诗，迄首诗安尼讲：虽然我看袂到日头，但是我相信日头伫咧。虽然我感受袂到痛，但是我相信这世间有痛。虽然我看袂到上帝，但是我相信这世间有上帝。伊伫遐，伊伫生命极其大的威胁的下面，伊还佫相信有一头，还佫相信这世间有痛，还佫相信这世间有上帝。有上帝的所在就有审判。我要甲你讲即世间若无上帝，甲无上帝的心怀，我要正实伫恁，我要坦白甲恁讲，我无爱做好人。好人较好做啊，歹人较好做。好人的日子较好过，还是歹人的日子较好过？歹人较好过。歹人会当毋免承认，爸母拢写毋免饲。靠良心的囝来饲，囝下昏用较侪时间来照顾，
较有贴心的人伫咧照顾伊个囝，较无责任感的拢放外外。你若心若硬到坏，你伫社会继续好生活。感谢主，只要我相信有上帝，我相信有上帝有一日的执行伊公义的心肝，为着这个信仰，为着这个上帝，我不敢再艰苦，就是流着目屎，唱着歌，我要勇敢向前行。我要坚守伫真爱的路。耶稣讲，恁着耐心求伊的国，感伊的义，就咱所欠应的，安怎？伊都给咱。耐心求伊的国，感伊的义，就是伫咱的心内还有一个爱知影无上帝国的水，爱知影上帝国的完美，然后咱心内有迄个上帝国，咱了解上帝之意，咱明白了，咱的心内怎伫心内，咱伫追求伊的存在。追求伊的时间，然后上帝啊，愿你的国甲你的义临到耶稣的祈祷。伫第二年，亲像伫天年，正当这个画面啊存在的时，空气是清气的，每一个人有工作通做，每一个厝内的人，大家人医疗的东西，拢进入伊上帝国，原本就是这样安全感。因为当台湾各所在少年人若无出路的时候，那是上帝国的破口。当台湾真侪人、真侪歹命人无工作，然后因为健保卡讲设计的时候，那是上帝国的破口。因为咱要安怎样伫努力这个社会，因为咱的信仰真正让人看见爱呀。基督徒哪侪，才是哪水。Sidney Harris 才伊有讲一句话讲，我常常听人伫咧吐槽讲日子歹过。伊若听人安尼讲的时，伊真爱问讲，你是甲啥人比？你是甲当时比？想问即摆日子，即摆的日子歹过，还是古早七八十岁的人日子歹过？阿公阿嬤的时代日子歹过，还是即摆日子较歹过？阿公阿嬤的年代较艰苦，还是即摆的囡仔较艰苦？即摆的时代。你若讲无头路吼，甲只囡仔讲。亲像学，亲像阿公阿嬷，真侪人会残酷咧做，去甲伊阿爸来做，就拢有空去通做，就有三顿通食。咱即满有真侪餐厅客咧旁，然后讲无空去通做。你咱个农会毋通干呐，呾么咧开银行，弄信用簿。农会的目的就是要辅助农民，大家人有工作做。我讲，我安尼讲，你要讲阿咩无？城市即摆农会的人，拢感觉伫咧经营信用簿。农会就是照顾伊属下所有的农民，大家人好好工作。竟然咱的政府搁感觉咧鼓励休耕哦，休耕哦，休耕五千，因为这是。反操作，全世界拢咧粮食缺乏，即马全世界拢咧粮食危机，台湾竟然政府伫咧鼓励土地休耕，因为咱伫咧讲信用，信用唔是咧讲起码，信用是咧讲生活，信用是咧讲着每一个人的性命拢是上帝的宝贝啊！我要变在乎每一个上帝手中的宝贝的性命。活得真水，很舒服，很畅然。咱他妈的种番薯、种马铃薯，种啊一大堆，无人要买。人美国人啊，杀的叫切片，话变做什么片？然后呢，一包一粒的当创几啊包，然后提款咧几啊十、几啊十块卖。我的意思是，浪费。咱台湾的农业是全世界上精英，咱会当把产品、把迄个农作物怎变做商品，
政府就是咧帮咱咱开拓遮个，咱咧倒一个国家咧粮食不够，咱就是开拓好，无你马铃薯阮替你种，什么菜你无啥，阮替你种，然后政府就是去，然后咱台湾伫咧对遮个人伫咧种因爱食个物，卖袂出去，大家土地若搁重新搁翻起来种作，大家人拢有工去通做。所以鼓励少年人落去种植，即摆问题就是精致化农业，爱精致化，然后爱替咱去开拓这个小土地。我要讲的是，甲相比，甲当时比，无啦，即摆无遐歹命啦。以前的人，像以前的人生甲九个、十个囝，像因的生九个囝、第十个囝、第十一个囝时，因经济好啊歹？好啊歹，是因为经济真歹，所以才直直生囝是无？每一个生哪多的人，拢是弱经济足歹，经济真歹，打嘴离婚，还阁一个一个生。因迄个时的想法是，我若生个八个，生个十个，中间若一个出头，我就爆掉。八个、十个，然后一个出头，伊就爆掉。啊，咱即摆讲生一个，惊一个，生一个。因为未世界未遐可怕，哦，你若做着阿公阿妈，伊应该知。恭喜恭喜！大家唔敢生，做老爸做老母，咱会当家己打拼嘞。做阿公做阿妈，迄块别人甲咱牵甲咱过暗嘞。伊若唔生后日，你阿公妈拢永远袂当做。所以一代一代，咱要带人看见迄个真水的一面，然后要创造迄个真水的一面。咱啊，大家人见到顶无遐歹啊！大家人啊，真正歹头脑歹乱想，拢对正经的内面来想，无遐歹。我相信未来袂遐歹。世界环境歹，但是咱有法度通家己创造一个 community。这个正上个阿咱城，我想比较第六周第八在咱斗阵读一个好袂过来。世人啊，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善意同行。上个阿咱的是啥？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，甲上帝一步一步好好行。你的心内还有上帝。你请爱邀请上帝做你生命的主，等下你来面，然后带你一步一步行。然后上帝是慈悲的，是良善的。你的努力，你家己本身是迄款的生命经经营的，你甲上帝相同行。你嘛爱努力，你行到倒位，迄个社会、迄个所在，拢全变作平，迄个整个生命经经营该做。伊来啦，当咱咧讲上帝啊，愿你的囝耶稣基督临到。弥赛亚领导的时，那他是弥赛亚领导对这个世界无转化的啦，安尼伊领导要从啥？那他是咱从信仰所信仰所了后，对这个社会嘛无影响啦，安尼信仰所是要从啥？加代表马蒂的基台，来，咱到底谈这个对来，人在列邦中要说耶和华作世界的坚定。他要按公正审判众民，愿天欢喜，愿地快乐，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恩爱，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。那时，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，因为他来了，他要审判全地，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。是啦，伊来啦。当弥赛亚来的时，要甲咱讲，咱就应该安怎行。基督徒啊，你应该你的人生都安怎行，成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。我想基督徒来，咱到改造整个社会，安尼迄个，人若看到基督徒就会拍鼓啊，看到恁基督徒后壁迄个信仰，就会讲，哎呀，有恁的信仰真好。咱阴暗，咱要。
招馆长、市长，咱已经招因遐侪工，咱感谢主，因拢到会，甲因拢到会过去遮个，咱已经伫即个县市做真水个工。我对即马开始，我想咱不深化即个利益个活动，咱要甲因讲，咱要甲做好大，彰化县、彰化市，甲会当甲基督个文化当做彰化县市个文化之一，然后基督徒伫个做遮个文化活动庆祝耶稣基督再临的时，咱办的活动，因人请咱到边七点以前来，然后所有活动，咱无要有粪扫伫涂骹，好唔好？所以，唔忙咱整个个几落百个，甚至一千人伫遐，咱散开了，涂骹拢清气清气。所以咱话啦，要讲涂骹无垃圾，你若无适当的粪扫扔伫遐。会有垃圾袂？会啊！所以咱内心计一个粪扫人物件，无人知影有粪扫人。然后到尾走的是我看别个人，手呢你看会到，目睭看会到垃圾总结掉。我想咱要安怎真正该做，咱要互市长、互县长、互所这来参加的议员知影，因这基督徒的办活动，跟咱无同款，跟我的牛市无同款。咱要凸显一项，啊，咱要到底讲阿咩无？我想真正基督徒在伫这个社区被人看得见，互人拍互我讲，有恁真好，有恁的耶稣真好，有恁的十字架真好，安尼咱才讲是啦，依赖啦，依赖天快乐，地欢乐，但是我记得，主管掌管的不只客伫你的面前，我真多谢这个上帝，你太遐尼慈悲，找圣神掌管心内讲不出的土鬼替阮祈祷。感谢主的恩典，愿这个土鬼伫明仔耶稣一摆搁一摆来到伫我的心内，然后带阮真正行出上帝的国甲上帝的义，这个土鬼后来变作欢喜甲欢乐，我来祈祷感谢靠主耶稣的名。在今晚你的日子好过，你到头在痛苦的中间，在痛苦的中间要找到的门口的快乐，就是咱爱听听夜听夜头看上帝，有八字心中有神，活在神中。咱这是咱做伙来念信息四十一首，信息四十一首，请来请来伊妈来念。咱这首咱要念第一节、第二节、第六节、第七节。请来，请来，今仔日哩，救赎以色列子子民，因受千山失志伤心，夜头仰望圣殿降临，欢喜欢喜，今仔日哩，以色列人主要来临，请来起立，来迎接第一。